如其来的就是失声吗？因为我真的感觉到我没有声音了，就是你努力也没有用了的那种感觉。我并不害怕让你们看见我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的互联网是非常充满恶意的地方，所以我会担心没有在现场的人会以为我的现场表演是落场。谢谢太原的观众朋友们带给我的力量，谢谢你们。有很紧急的跟导演还有我的经纪人讨论我方不方便中断我的演唱会，因为我真的感觉到我没有声音了，就是你努力也没有用了的那种感觉。其实我并不害怕在你们面前献丑，我并不害怕让你们看见我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的互联网是非常充满恶意的地方。加油加油，你最棒，加油你最棒，杨丞琳最棒。所以我会担心没有在现场的人会以为我的现场表演是落场。这个社会充满着很多的温暖，但是也同时充满着很多的不友善。杨丞琳，你有我知道爱我的人一定会接受我所有的样子。你最棒！我们都在。每一步走得不好，就又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的。我们都在。会比较有眼光。我们都在。嗯，但是真的真的。笑的我，你的感受，我也感受到。
我一直知道你很喜欢也很会唱歌，但是我在录音室里面才发现说，因为你的唱功是一直被美貌耽误的。对，那为什么你那么好啊？你都不会被耽误哎、欸。你什么都有，然后大家也都认同你的才华。我是陈绮贞，我在台北小巨蛋就看过这个演出，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，这表演好好看，然后舞台啊，美术、灯光、衣服，还有最重要的是，就是你真的唱非常的好。谢谢绮贞。我知道，我一直知道你很喜欢也很会唱歌，但是我在录音室里面才发现说，哇，原来你的唱功是一直被美貌耽误的。对，那为什么你那么好啊？你都不会被耽误哎，你什么都有，然后大家也都认同你的才华。好啊。但其实绮贞就是因为节日快乐这首歌，我才发现哦，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仙女跟女神。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坐在咖啡厅聊这首歌，她非常接地气，然后我们都是同一个星座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地方，有一些磁场很接近。虽然我们没有很常见面，但是我真的觉得绮贞给我很多的温暖，就是她真的就像太阳一样，就是给我感觉就是暖暖的。谢谢陈琳，然后也谢谢你把我写的歌诠释的这么好。谢谢绮贞，时间好短暂，好可惜哦。来，绮贞小心点哦。太美了，够美腰美背。我们谢谢陈绮贞。谢谢绮贞，爱你爱你。我一直知道你很喜欢也很会唱歌，但是我在录音室里面才发现说，哇，原来你的唱功是一直被美貌耽误的。对，那为什么你那么好啊？你都不会被耽误哎、欸。你什么都有，然后大家也都认同你的才华。好啊。河南人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你们艺人是男生哎、欸，你们知道吧？爱恋人的事情，不要恋人的事情。